果有好吧，扑克游戏即将开启，最终成功到达目的地的人就能获得奖金，请查收你的邀请函。扑克游戏，那这不打我手背上了。今晚奔跑吧扑克游戏，跟我一起赢到底吧。奔跑吧录制了这么多期撕名牌，大家都并不陌生，只是开局就二话不说的撕名牌的场面大家见过吗？姐姐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来，姐姐左耳朵，耳朵，左耳朵。本周五又是奔跑吧的播出时间，在这一期的节目里，节目组放出了第二期的撕名牌片段，场面看上去一度有些混乱，但是又非常的刺激。节目一开始就开撕的场面好像还真不多，片中周深尤为搞笑，周深逆袭撕名牌灵活生猛，听到大黑牛李纯的声音撒腿就跑，但是当遇到范丞丞和沙溢的时候，却是二话不说直接窜上去就开始进攻了。 No 回来，回来！快住！按住他手！按住他手！什么情况？谁？按住他手！谁？周深撕！按住他手！周深撕！预告中，周深和范丞丞碰在一起，两人开始互相试探。虽然周深比范丞丞矮了一个头，但主打一个灵活，他主动攻击范丞丞，试图撕下他的名牌。周深主打一个能屈能伸，观众看的也是真的刺激。难怪微博上出现了一个热搜词条，周深撕名牌主打一个能屈能伸，只是不知道最后的周深赢了没有，有没有逆袭呢？这里一场红桃 K 的棋局正等待着你们，这是一个棋盘，他们从最开始就隐藏了自己真实的底牌，混在你们当中，这个阵营就是王啊，王Joker 阵营的。奔跑吧十一第二期是扑克剧本杀，据说极其的烧脑。还记得上一季的武林秘籍剧本杀时，周深好不容易拿到身份，直到最后都以为自己是坏人，没有想到最后反转来的猝不及防，早就被白鹿掉了包，深深的为人做了嫁衣。从高光到低谷就一瞬间的事儿，也是笑不活了。不知道这一次周深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？回想一下周深参加的这几季跑男，每一次都在对抗游戏上周深都很吃亏，但是他每一次都能给人很大的惊喜。周深那种面对强敌敢于亮剑，坚持不懈不放弃的精神，真的是节目组需要的跑男精神。奔跑吧开撕场面虽然不大一样，但是都是同样的刺激精彩，谁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呢？今晚8点奔跑吧扑克游戏，一起迎接烧脑挑战吧。观众纷纷表示，本周五的奔跑吧一整个狠狠地期待住了。就砸刚刚那个地方就好了。右边也可以攻击一下，别老往这边。你还要说位置？我这砸中。哎呀！你们俩呀！此外，周深演唱的《一期一会》这段时间突然在某音爆火了，这是周深6年前发布的一首歌，作词是沃特艾伦尔，原曲 C Crack 的 Bass。 有人说这生命如长河，我们渡的风波是时间最寻常的颠簸。
声音真的非常适合这首歌，不论是时光的沉淀还是陈年的往事，似乎都沉入了周深的声音。虽然是2017年发布的歌曲，但不论是作词还是周深的演唱都值得反复品味。今天安利周深的这首歌，在周深轻盈而美妙的歌声中回味一下那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吧。人说这生命如长航，我们赌的疯魔是时间最寻常的颠簸，它不足以让我们守成正果，却足以让我们难忘难舍。这些年我们曾露着肩高歌，曾碰过壁也碰过没谈过你的天高我的海阔，曾意气风发也曾无解可责，到如今都已平平笑而过。我们将奔向各自的那边碧海蓝天，而这是人心间最后告别。谢谢你曾陪我走过那岁月，我只有太多人太多事。有人说这生命如长航，我们赌的疯魔是世间最寻常的颠簸，它不足以让我们守成正果，却足以让我们难忘难舍。这些年我们曾露着肩高歌，曾碰过壁也碰过没谈过你的天高我的海阔，曾意气风发也曾无解可责，到如今都已平平笑而过。喝了几杯说了错话的样子，难过也要装作无所谓，开心手舞足蹈的样子，你阳光清爽的样子，拼尽全力证明自己的样子，偶尔手足无措的样子，整天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几杯说了错话的样子，难过也要装作无所谓，开心手舞足蹈的样子。